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弟，我的频道你永远看不腻。各位，暑假来了，皇帝，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皇帝到底是怎么了？你怎么了？没怎么了。我最近做太多太多的企划，陪玩啦、啊，闯进路人房间啦、啊，遇到什么学生什么蛙哥，反正就很多。我做了非常不同有关于传这里的企划。都不是一般的企划，都是那种很特殊的企划。那我想说，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回归最真实的我的样子。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必须来一个正经一点的操作，不要整天只会搞笑。就有很多网友会说啊，欸，皇帝，你他妈一个角色从他妈几年前就在嘴自己多 man 多强啊，我小青就很棒啊，应该说我只有小青可以很棒。好。那今天的这个重点就已经不会是说哦，我们到底要多搞笑，我们算是要彻头彻尾的来介绍一下小青这个英雄。我凯撒路对线啊，我跟你讲，我一定是带小精灵。那宁霜宝珠这个，我个人认为现在带乔安恢复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边就增伤击杀回血，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如果是走凯撒路的话，会比较偏向于这个击杀回血。那既然带小精灵，我觉得就是要打一个最大输出，所以我觉得带增伤是会比较好一点的。那装备的部分呢，目前啊，我自己在这个版本实测起来啊，小青一样是鞋子起手，然后我们就直接塞一个圣剑，塞完圣剑之后，我们就直接一个角斗士长矛，再来就是我们的狙魂刀，然后上完狙魂刀之后，我们就上我们的钢枪，那上完之后就是接着我们的全能武器。然后王者之剑、复活甲在最后要开战的时候再来做使用。奥义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不太需要介绍。猛攻啊、刺杀、龙爪，哈，就是全10颗10颗。那我个人推荐啊，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更换掉。我会换成这个暴怒哦，我会换一颗暴怒，就有时候这个暴怒会打出出其不意的效果，你们知道吗？那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各位。那我们就直接配对。那为了说这个怕这个配对啊，实在是玩家就是遇到那种电脑厂，我们直接邀请大厅的玩家们一起来玩。那他们看到这个 C 牌仔，你看没人要进来，非常的可怜。然后看我的好友位置也是少的可怜，完全没有什么朋友。对，还是其实我们去改开大账号来玩啊。那我们去改开大账号好了，看起来我们的小小账是没有人想跟我们玩的。好，各位，那我们已经换好我们的本账了，好不好？那在我们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工商一下哦，皇帝，我现在在这边使用的327来，各位，你们玩传说对决，手机一定有过热的，自带 LED 灯光还有温度显示，干，画面那么小，怎么看？这样子哈 ，LED 灯光自带温度显示，阿尼阿维。超高科技感，这一颗来置顶连结有卖，玩传说就一定要。我现在这个摸起来已经超级冰，你看有没有连反白？有看到吗？它这里就已经结霜了，真的是超级屌，各位。这一颗你买下去，电池这不是电池、啊，你买下去，你的手机寿命大大的延长，好不好？就是真的是超好用，然后又玩传会很顺，不会过热。我现在开实况啊，玩游戏都一定要开这一颗。重点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就是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皇帝我平常到底都用哪些好用的东西。来，各位，来哦，投保1亿元哦，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产品，有问题全额退费。来，这一颗触屏蓝牙耳机打开，你们绝对没遇过这么屌的蓝牙耳机。我们打开最后一张说明书，再来这个，你看。带萤幕的蓝牙耳机，它里面有拍照功能，就是可以远端拍照、远端按赞。你手机在这里，可以远端拍照跟远端按赞。计时器啦，寻找我的耳机，锁屏壁纸、语言、萤幕亮度，这是什么？还有计时那种闹钟哦，然后什么均衡器，想听重低音听低音，然后听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反正就可以调就对了，很屌。然后降噪4种模式，然后再加上调整音量。再加上音乐播放暂停键，这一颗高 CP 值耳机第一周好不好？不用1000块，来各位，底下置顶链接，赶快吹热气啊！真的不要等，皇帝昨天卖掉200多颗了，剩没多少货了。好，我们话不多说哦，不小心工商太久，来，我们直接切入我们今天的重点。我说了，今天我们就是小青局。来拿出我们的小青，我这一场我已经感觉到了队友已经认出我啊，是皇帝吗？他好丑哦！来来来，我已经好久没有玩小青了，像国小生很优越哦。你怎么不看看这国小生厉害？真的是受不了哎，开局就他们耍屁耶！
阿娘喂，这个龙马的消耗有料呢。阿娘，哎，这龙马是会玩的，会玩的，很猛哎，有有那种刺激的感觉喽。对面有屁孩，还有强劲的队友，不是强劲的队友，是强劲的对手，这玩起来是很有挑战性。我跟你讲，龙马肯定在前面。阿娘喂，我就知道了，我看到，哎，这龙马交税。阿娘喂。蝙蝠侠想进来啊！鸡掰啊！呵啊，对面这死屁孩现在想一起弄我。好，我跟你讲，都来都来，这一场的话，我觉得把对面撞烂，操！我跟你讲，他们可能会在蓝区这边继续蹲我。听说你全服过，我跟你讲，他们可能会继续搞我，真的很危险。多少钱？啊，你还会很呛哎、欸、哎、欸，真的是暑假一到不缺屁孩，我真的是操你妈！鸡巴嘞！他们就是要搞我啊！纳克只会吃野怪 ，Holy shit！ 能动手就别动口。然后他现在来，我不知道是来什么意思。他头上做个雅雅在那边。追！对嘛，早点来帮就好了。纳克只会吃野怪 ，Holy shit！鸡巴嘞 ！OK OK， 行行行，我跟你讲，对面那个屁孩等下就打救不出来，操！怎么会遇到这种人呢？一大早，我跟你讲，现在是我整个晚上都没睡觉。啊，嘟的去叫我，今天写透会。然后我们貂蝉真的是来搞笑，130，然后貂蝉那么强的角色，不要玩的跟狗屎一样。嗨耶！完蛋了，我觉得不太妙。反正在附近。敢击败？你还敢讲龟点？别太冲！130，你看看对面那边丘，你看看对面那凯恩那边丘，干你俩真的是气到哎、欸！今天很呛是吧？那么烂，难怪只能跟国小生玩。是会网路丘吗？真的是只会网路丘哎、欸！出来啊！出来啊！啊！击败。秋沙小，我现在很气哦。干嘛，老哥，蹲你蹲很久了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分雷枪，开始撤退。干。对面的资源，那我们的资源呢？收到，我这一局打得很牙，哇，我打得很牙嘞！谁管你啊？希望你不要再像国小生。要见面追我吗？下午我去载你，好不好？不要在网路上追，那是屁孩一个。有种见面讲啊，小鬼你闭嘴吃嘴就好。真的是正版，敢不敢？敢不敢？一句话，是不是？不要在那边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有些气氛什么。是不是纳克说的也对嘛？我跟你讲，正常人都是有脑子的，就知道那个凯恩是不知道在秋沙小，你知道吗？对，纳克这样就对了。我带下路，我跟你讲，一张嘴。我在打字诶，哥，我在打字诶。我在打字欸哥，烂死
超丑，超烂。这一波该结束了吧，各位。好爽哦，各位！暑假开局我就干你娘，妈凯干你娘啦！鸡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凯恩，他说你阿公爆掉用这个死屁，我跟你讲，这洛伦的脸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屁孩真的跟洛伦都他妈直接扯上关系，这么烂烂的跟坨屎一样，还以为你多厉害嘞，双排。跟你朋友哪一个啊？哪一个？我就想看哪一个来跟你朋友排。你看，你跟你朋友排四场，才赢一场，雷到不行哎，受不了。又不是跟这个洛克啊，洛克刚刚是也没有追我啦。等一下哦，刚刚令月都没说话，还是跟这个令月，还是他带妹子打。如果他带妹子打打成这样，那真的是包包 Q 感。好啦，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暑假一开局就是非常的精彩，好不好？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小黄点一点，谢谢大皇帝，我的影片你永远看不腻，那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